该是砍好伺服器了。你好，中国，这是什么？对，我是砍好伺服器了。嗯，为什么我突然回收？嗯，等一下，好像有机关被冲掉了，糟糕！啊？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？让我调一下。你在开什么玩笑啊？等一下，我不知道我被传去哪了。糟糕，这里是哪里？啊，你跑到水里一下，拜托。你知道我现在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好像在天堂了、欸。不、哦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伺服器怪怪的，为什么没办法破坏东西？啊，我啊，整个都在这一格了，糟糕。对啊，整个都在大这一格。我现在也在这一格。超这一格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对，为什么我会一直打东西，东西一直回溯啊？对啊，我打东西为什么一直在回缩？快，安先过来。对啊，我也没办法捡东西耶。晨曦，先生，先让我。你有把我设为管理员吗？嗯，有啊。可问题是我都在回溯哎、欸。哦，好，没事了。我之前还有用LINE问你说你有没有哦，哎的，怎么一片漆黑？阿杰，你冲上！因为我在调整，因为我刚刚好像不小心弄到红石机关。哦，你在搞毛啊？这里是他说的天堂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走。该不会矿车就是要用在这里吧？没有啊，这也是所谓的天堂啊，应该可以铺，应该拿东西。哎，这里啊，现在还在那个，等一下，这好像不。新地图啊，这个地方会累格，要让它读一下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我现在看你都是在顺你的中塔。我看你也是啊。这里好像就是天堂了呀，安安。可是天堂有长这么奇怪的吗？啊，就是他们所说的天界还是什么？不是有本本吗？你看一下他们到底在说什么。没有带啊，先生。我开始放一些杂物。先生，我还在那个。我也
在那个啊，就是这里新的地方还没来过，所以就是会那个啊，会比较那个。嗯。啊，等一下，哦，没事，我有小绿。你身上有没有再多余的红石啊？我要再去做那个地图。有啊，哎、欸，不用啊，先之后再说啦。我们先把这附近给弄好，应该是不会累格吧？对啊，不会累格了。我还在累格。我捡东西有一点点小累格而已，不然是很正常。这就是空岛啊，天堂上面的空岛啊，摔下去应该是死掉的。我的对，会死掉。你还在我眼前是瞬移的状态，现在看你也有点瞬移啊。不过我要想办法去某些地方探索一下。这也妈的啊！哎哎哎，珍惜，你在搞什么鬼？我只是去插个火把，就冒出了一大群僵尸。这些僵尸是很怕光球啊，他被光吸引。哎，又，这边，哎，还有给我弓箭手跟蜘蛛，好多，全部都蜈蚣。我还听到狮的声音，哎，是不是有古力炮？狮子僵尸，我这里都是那个蜈蚣哎。全部都是怪物，叫我们怎么生存？这样也叫天堂吗，先生？这好像叫天界还是什么？嗯，该不会有什么任务吧？你，现在是早上，蜘蛛不会攻击。天界会晚上吗？这点我都是很怀疑。会啊。又，你看那里啊，先生。他们有移动加速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里是天阶，他们是天阶士兵。先生，我东西满了。去放箱子啊！我有做箱子在一开始的入口。先开去一开始的入口啊，这里太对，没有，我先把不该出现在我包包的垃圾丢到虚空。不行啊，先回去入口再说，先不要丢下去。来不及，我已经丢一个火药粉下去了。开始恢复了。奇怪，在地洞里怎么忽然找到天界传送门？原因不明啊，先生。等一下，合成箱在我身上，你怎么会有那个东西？自己又做不坏了。干嘛啊？里面都是东西，还有三个熔炉，你是？我一次带三个。那些也没事干啊。啊，你相不相信？相信什么？我有一组的面包。哦，我知道啊，你都 A 这里的。这里还有金矿哎、欸，哇！挖一挖吗？我为什么会有蜘蛛啊？这点我都……哦，刚刚不是我们发现那个吗？可是外砖里面有蜘蛛网，所以说这是你喷掉的东西？不是我喷掉的东西，你喷掉的垃圾？我找的东西哦。Oh my god！ 又开始，等一下。这个地方一定还有怪物，搞出来，杀进去就对了。What the hell？ 我差点摔了下去。我这一点我倒是知道。教导，大爆炸耶！ Yeah。这木头是什么？
不用。木头是什么？这天气太险恶了，会那个。相不相信我们刚刚是从地底里面爬上来的？那天气传送到不知道哪里，然后一直害我们很那个。我们不是有带石头吗？哎，又有巫婆搞毛啊！我已经受够。哎哎，我被撞那个移动减速。小东，你看那里，你看那里。呀，我要先把好一些重要的东西放一放。哎，之后我们回收物品会很困难哦，先生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挖掉啊，所以说类似那种石头可以抽，未满还没满28个全都保留。我拿到糖了，好，好，我们有甘蔗哦。中毒可以有一个，中毒可以有半年啊，中毒可以有，中毒可以有半年。没有，我说半，然后就停下来了。好了，阿南，我现在要做一件事。现在是，我打东西的擦的嘞，后面为什么会有个姜笔？哦，小林出现了。你可以工厂多少吗？还等呢，现在在实况。等一下来 NR 找我。不要嘞，阿南，上来这里吧。虽然这边是我有点危险了，没有，我要先考几分，快说啦，比我低耶。哎，我先可以，我先把那个可以回收的物品全都回收，好不好？你猜我几分？到，我88。哦，重点嘞，你80。80啊！我差一点摔下去。看这里有没有看到上面？往上看。啊！射你哦！不要射哦，我会死。射你！你往这边看不会哦，我在对你射攻击。这里啦！看到了，不要再叫了。不准射哦！我现在身上有好东西哦。如果硬要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要来抽卡了，有人要看吗？那东西就不见了。问题是看不到啊，先生。跟金卡。哦，好大。光之翼巨龙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可以啦，可以从这里上来啊，旁边有人看到吗？我要黄金，黄金。声音小声，各位观众，抱歉，可能有点吵，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。白金，快点啊！你在哪里啦？我在搞东西啊！而且这里又没办法使用那个白金，然后呢？什么卡、啊？讲啊！给观众等一下，那是谁？火风神，得到火风啊！第二只，射一啦，送。哎、欸，我要去你的那个什么啊？是的、欸。怎么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刚刚说话断掉哎、欸。我要先把一些东西带带。天气的东西可以带回家吗？这些石英砖好漂亮哦。第三张带回去。带回去。还有白金呢。哎哎哎哎，会不会太夸张？
水风筝啊，风筝加倍有感，有感，真的有感。你要这样说才对。好了，第四张，白金，白金，白金，哦，送了。为什么僵尸出来还不会死？哦，难招。虎耶。安，一句话，到底要不要来帮我？想悟到起来。想啊。快点来帮我。我、哦、靠，我就是你白金。哎、欸，我怎么骂脏话了？对不起。木风神，又来，加倍有感你。加倍有感呢、啊。你帮郑凯翔抽好了。哎、欸。顺势抽，哇，金卡了。人品用尽。人品大战是，应该是这样讲才对吧？看朱雀，金雀不是朱雀吗？他说朱雀啊，他说金雀，银卡，人品没了，银头兽。等一下，我们家有马铃薯吗？最后一抽，我、哦、白金，我们家有马铃薯吗？有啊。哎、欸，好多嘞！风神中光了，哎、欸，我抽海绵了，我感觉我好像在玩生存试炼哦，抽海绵游戏。其实石英砖我蛮想带走的，因为盖家超好看。全部抽完了，我过一条路，所以应该算带走。哎、欸，其实我现在蛮想回去的，因为这里没什么，而且怪又特别多。风神全部抽完了、哦，哎、欸，而且僵尸还非常的不懂，不同阳，不懂阳光的一直冲过来。僵尸本来就是看到目标就会准备到底啊，跟小婷一样。可我记得不是一期我听到、哦，我要让你躺着也中枪。应该坐着也中枪才对吧？抽太多好卡，所以该屌一下。哦。其实我不想抽那个、欸。你们所说的东西我。三巫到齐，然后五只也全，五只风神也到了，我差五只北欧了。北欧神送一只了。蹦！快蹦！快蹦！快蹦！支持！这喷水池也该坏了。溜着石头打地狱。上昨天的地狱我就没有打了。知道吗？哎、欸，我帮他打赢了哎、欸！你跟你妈妈打赢了。I hate you。你为什么要帮微微打啦？我为什么要帮微微打啦？帮他打没屁用啊！打过了哎、欸。你知道他在考第二节考英文的时候在做什么吗？什么？他一直捏自己的肉。啊？真是有病啊！还有困难啊，这要体谅他一下吗？我铁镐爆了，糟糕！啊，你还在那里吗？我 TP 你哦。你 TP 我，你会看到非常惊讶的景象。走开啦！拿钻石搞他。小人品真的用尽了，不抽了，不抽了。哎、欸，马上就，马上就该回去了，该回去了，快！把箱子的东西外带吧。我赶快拿一拿，该回去了。哎呦，我不抽了，不抽解码器啦，不爽。五分。哎，走走走走走走。我感觉抽一堆落基，我就去了。冲啊！五北欧齐全的。希望不要再这么那个。要站在我这里哦。为什么？你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走。夜凉，你回来了，你走了。哦，请问一下，家的方向在哪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记得我记忆力蛮强的。好，我记得我是走水路进来的。
我是直接从这里跳进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从这里跳。好，你动作要爬山。仓库火拼。呵呵。仓库火拼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啊？早就以前了。我带了好多石英砖哦。所以嘞？所以我要大量大用钻石狗。白石喽。石英砖，挖石英砖直接用铁镐就好，干嘛用这么高档？我铁镐真的用完了，都是挖在石英砖上了。啊，我找到回家的路了。我刚跟微微说，我如果抽到人卡，我就把账面送他。好，你抽到了，送吧。没有啊，没抽到。啊，送特送。弄底下喷气了呀！弄个喷气了。讲太多，以我的人品，给你。哎呦呦呦呦呦！怪先生 ，PP 过来啊！要干嘛？我都要回家了，干嘛过去？算了，等一下我再 PP 你，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几颗钻石啊。自己挖，不要给他。我有六颗了，我有十颗了。今年不是五倍吗？乘以五，三十颗。我是说跑跑姜饼人，妈的，姜饼赖给我啦，赖给你，你跑姜饼人跑赢我，赖给你。我才刚玩没多久了，1682万，哦是哦，重点嘞 ，OP 呀，重点嘞、哦，你要不要跟菜渣比？菜渣多少不知道。太扎实了，超久的哎！我看到那个眼睛瞎掉，他那个到后面速度变超快的，真的。到后面他特面只要狂按对，你要不要看菜渣的？他更强，什么速度205%吧？啊，厉害了！速度就加成，速度是加30%进去跑的，变超快的了。菜渣是用那个啊，就是滑板加。骰子兄弟，为什么是我是用那个、欸？我用一个很奇怪的主。不是滑板很烂吗？滑板只是速度加成的。对啊，滑板速度加速 OK 啊。可是重要的是我已经迷路了。你就我上次中金勋奖，这次会中金勋奖吗？这次会做中铜勋奖，不要射我。同学讲不错啊，我要金鸡。哎，先生，你已经来到这里了，那我的马怎么办？不要管了，回家吧。什么不要管我？我怎么？我想要准雷啦，都不给我准雷。你不是早就有马机车？啊，我的双人不见了。等一下，手键又按下去，青龙明月刀跳出来，我就把我这只账面送给你了。好，各位观众都有听到哦。如果他真的抽到的话哦，我就来办个抽奖活动。哎，先生，马在哪里呀、啊？我的马！我就叫你跟我走，自己不跟我走，干我什么事？我的马呀！有阿姨。我把声音调出来给你们听好了，看我中到了什么，是这个吗？哎，谁？不要吧，影响观众耳朵。应该是影响我这里吧。等一下。啊，空小百科你拿了吗？空小百科不是在你那里吗？没有啊，我。啊，死定了。我要去，我都放在箱子里耶，你应该有拿到啊，你检查。快点拿。那是什么 ？BGM。没坚持。啊，检查一下啦，不是在你那里吗？没有啊，我身上没有任何一本书哎。那鸡鸡哦。我都放在箱子里，结果我开箱子里面却没有任何东西，就只有一个主要目标跟游戏规则，糟糕了。
好了，下一个绿屏出来，我按下去。如果是金星奖账密，就送人啦。各位都听到了吼，我们会举，如果真的他抽到的话，我们就举办账密送抽账密。哎，九九，我要死了。这是真的哦，所以小婷不能言而无信哦。好啦，我现在音效也开出来，我相信你们都听得到。哈，接下来哦、我的神魔已经快要不想玩了，每天都在存宝石，竟然都抽不到好卡。每次抽到的金卡，如果全都是按巨像，我按巨像已经抽腻了。可不可以换其他的巨像？不要学我同学好吗？我真的每抽每卡，只要有关于巨像，都是按巨像，你知道吗？哎、你知道吗？今天谢家抽到光巨像，那边不爽。请不要透露私人身份，现在。那我们就说小佳佳吧。不行啦，你要说二九。啊，不用啦，矮子。不要歧视。哎，我的缰绳不见了。我的缰绳也不见了。那不是要史莱姆球吗？对呀、啊，没有史莱姆球啊，只有一大堆矿石。我记得箱子不是有一个缰绳？我把它用了。啊，那我的马没办法驯服啊，现在。是你的不？各位观众，在下一个绿屏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按下去了。没中就开始送账密哦。没中金勋奖还是中了金勋奖？说清楚。中了金勋奖就开始送账密。对，很好。如果是中了银勋奖，就不用送账密了。中了银勋奖的话，就卖掉准雷。哎，不对，分解掉准雷。你们家墙壁在哪里啊？在他面前，在你心里。过来撞我！哎，来，记住。给我一个绿屏，按下去就清了免疫单。嘿嘿，踩我的天，不想活啊你！可是我没有按。踩我的天，你不想活啊，十字猪！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不想活了，请打1985专线，是吗？好像是的，没错。你佛吗？当然，人还很长。各位观众，见证奇迹的一刻来了！妈呀，我怎么连食物都放这个箱子？我在干嘛？小洞，僵，刚才死僵尸一直在打我，把我害我把自己的天给打了。等一下，让我把食物处理好好吗？我现在真的很乱。微微赖我，给我他的赖 ID。哎、你们好了吗？那我要结束这一瓶了。熊蛋，最可爱的熊蛋，是这一集吗？你是录几集了、啊？忘记了。两集，这一集已经二十几分了。那我先处理好这个。而且你不是刚才答应我说要陪我一起做地图？好吧。好，各位观众，见证奇迹的一刻，我要浪费这个解码器按下去了。三、二、一、零。大熊，金勋奖哦！银勋奖，我吓到了你。来，结尾我来说哦。吓死了！结尾我说哦。先让小婷进麦吧。小婷先安静哦。好，说结尾。说，这一集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喽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点喜欢。如果想要随时知道我们的影片动态，请按订阅。然后请观看我们的粉丝团哦。拜。你刚才怎么那个？你刚才怎么那个？哎，你打我干嘛？你想找死啊？结束了吗？好，就这样了，拜拜，大家再见。